本轮的巴以冲突已经造成10万多平民伤亡，还有不知多少无辜的民众被掩埋在瓦砾之下。生命没有贵贱之别，不能以种族、宗教划分。21世纪的今天，这场人道灾难竟然无法被制止，这是人类的悲剧，更是文明的耻辱。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，将立即停火止战作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。